大家好，人生无时无刻都充满着喜与乐，高低起伏的心情，我自己就较为喜欢用钢琴去弹出人生里面的心路历程。熟牛的朋友经历过2018年那种心力交瘁，多方面的挑战和人生的决策，到了2019年仍然是没什么大改善的，要特别留意小心人际关系，尤其是家庭。除此之外，特别要小心就是健康的问题，找多少时间去洗涤你的心灵和情绪，容许自己花一年时间去修补。成败得失，即人世间的短短一瞬间，随着时间的过去，一切都只剩过眼云烟。最后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把握2019年，不论顺境或者逆境，好好珍惜眼前一切。静静地告诉你，我将会退出这个玄学，但是会继续为大家提供这个顾问服务的。